Yep, 哇，好亮，No light，No light。虽然你们看到我有点暗暗的，可是，Yeah，maybe a little bit light，a little bit light。Alright，OK，在上一集的 vlog，我不小心把我麦克风的 cable 弄断了。这个是我原本的麦克风，这个是它的 cable。基本上我就是不小心把这个给弄断了，所以这个麦克风暂时不能用。可是问题不大，基本上我只要买新的 cable，这个麦克风还是可以用。可是暂时它就先退休。可是现在其实我的相机是没有麦克风的，然后这个将会是我的替代品。In three, two, one. All right. Any changes? 听得出吗？应该听不出吧。啊，总之收音上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And yeah. All right. 这一次我回家，我会待差不多5到6天。这个植物没有人帮我照料，没有人帮我浇水，我的室友也回家了，基本上我也不能拜托我的室友帮忙。这个植物最多3天，你不浇水的话，它就枯死。我就在想说，要如何在这5、6天内帮这棵植物浇水。然后它的需求量不大，基本上你只要把这个盆装满水，那它就可以很有活力的活下去。然后突然间我就有一个 idea，我不知道行不行得通，可是我觉得可以尝试。那就是。这个就是我想出来的办法。OK，let me explain。理论上，我只要把这理理论上，我只要把这个水龙头的水扭到一个非常准确的位置，那这个水龙头的水它就会呈现一个滴水的状态。只要它源源不断的滴水，我就可以保证植物的存活率，然后那个植物也不会因为水太多而死掉。我希望这个方法 OK 啦，因为毕竟只要有源源不断的水供进来的话，植物应该很难会死才对。OK，bless me，bless him，bless her，bless it. All right, I gotta leave. I gotta go. 怀念的这个地方 4点半，睡觉。
早餐，然后没有拍到。不是我不要拍，是因为我怕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在这种小干崩小城市拿出这样大的相机是有一点拍摄的。OK， 那其实我不知道自己的 vlog 要怎样剪，因为它有点像大杂烩。因为这次回来其实没有什么事情要做，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件就是我姐姐的生日，所以我回来庆生；第二件事情就是投票。所以这一集的 vlog 可能会变成一集，就是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会拍，什么都会放进去，但是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主题。那其实我会尽量避开聊到政治，是因为第一，我不了解政治，我不会去谈论我不了解的东西，或者是我没有一些基础的知识，那我就是简简单单投一个票就回去了。投给谁？那今天是星期二，等一下就要下槟城去玩，去吃东西，去庆祝生日。这个是他的礼物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想什么事？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哇，等一下。他们两个驾着了，我和他就坐这辆。All right, ice cream.你要重复你刚才讲的那句话吗？很像便便啊。啊，很像那个牛的大便这样啊。没有没有没有在诋毁，可是就真的它的形状有点顺滑顺滑的感觉。OK，raspberry 很好吃，raspberry 很好吃。